安心雅全都录狂战16分钟肚皮操成这样，安心雅为了跨年演出正紧锣密鼓练习。三立提供，记者钟志凯，台北报道。2020台中跨年后，李力宝场进入最后倒数阶段，所有歌手正紧锣密鼓练习。中担任开场嘉宾的性感女神安心雅，今年将挑战16分钟不断电电音组曲，承诺服装一定全都录，全台跨年最辣。安心雅连续三年于台中跨年演出，再度接下开场演出的重担，她坦言自我要求很高，所以压力非常大。为了能突破以往，在与舞蹈老师多次讨论后，将挑战比往年更紧凑的表演，要以 Party Queen 为主轴挑战16分钟不断电的电音组曲。由于体力消耗非常大，现在安心雅每天上三堂健身课程，再加上密集的舞蹈练习，让她直呼实在吃不消，已经加好友了，谢谢，欢迎加入自由娱乐，按个赞，心情好，已经按赞了，谢谢。